羽球世锦赛上届冠军澳元希望也出局新度四强对决山口茜。2018世界羽球锦标赛上届冠军日本好手澳元希望昨晚不敌世界第三的印度一姐新度止步八强，新度下场则将对上日本女将山口茜。赛前澳元希望和新度交手过11次，澳元希望以6胜5败稍占上风。不过这场比赛耗时58分钟，身为第八种子的澳元，身高为156公分的澳元希望，面对人高马大的新度，身高179公分，相差23公分，整场比赛打得辛苦。澳元希望也坦言对方表现比他好，遗憾无法在世锦赛二连霸。新度下场四强战将，对上世界第二的山口茜，两人生涯共有过10次交手，新度以6胜4败占上风。而野山口茜的身高也是156公分，届时又是一场身高差的比赛。新度下场四强战将，对上世界第二的山口茜，两人生涯共有过10次交手，新度以6胜4败占上风。而野山口茜的身高也是156公分，届时又是一场身高差的比赛。